命自己选择。好，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要想到一件事，你要不要听别人的意见？要，但是你要客观的听，你要有客观的心以及度量去听，但是你要有科学的智慧去做筛选或实验。有很多人他会推卸责任，人生不成功了，他就说那都是我前两年听你讲这样我去做，你为什么要听他讲这样你就去做？你当时要判断吧。所以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的理由了，所以超马的学员不能再去推卸责任，一切都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一切。有那么多的人跟你讲那么多的 XYZ， 要不要感谢人家？也许，但是里面有对有错，有正有邪，没有自身的智慧去过滤而去做了，受损的还是自己要吃面对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有那么多人给你的知识或者是见解经验，你全部都没收，然后用你自己的方法一意孤行，最后真的赔了江山，把命都赔进去，那也是自己的损失哦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又来了，一体的两面哦。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当你了解这生活里面对错之间，维他命一天吞一颗是对的，一天吞十颗就是错的。对不对？我举最简单的道理给你听，但不是说只有 用在维他命上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智慧、经验，以及你人生的那一把尺。这把尺可不可以随时调整？可以。凭什么随时调整？在调整的过程中，也许也是多少泪水换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穿了，哎，这世界是活的，对不对？宇宙也是活的，竟然有这么多的道理，之前没想清楚，竟然现在进入到超马系统，才知道不是前面那么样的狭隘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是那么狭隘，那应该宽敞啊，舒服了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变得舒服了。所以最后回到又讲到修行，应该越修越宽广。是不是？一修行要越修，视野越啊，看得越不一样了。不能说越修越窄，有没有？越修又跟人家过不去，越修又怎么样？害到自己。就这些东西，是不是通？又是通。所以真理都可以通，是不是？对我们重不重要？重要啊。那以前我们怎么没有接受呢？没用到，不知道。这会为什么要接受呢？因为必须用到。为什么必须用到呢？因为不是说好了要去成圣成贤吗？有没有？不是说好百年后我们这个扶老西幼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扮演的这个百年人妖，是不是？千年人妖，千年我不敢讲了，百年看看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等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搞不好哪一年长生不老药出来了，也许吧，是不是？别人吃没效，我们吃有效。